还罚上去了，我这拉的什么东西啊？哎呀，真的，咋这么倒霉呢？那走。哎。现在很多人对这个大车啊都很害怕，在路上的话都尽量躲得远一些。你觉得这个行业的话，大家对这个东西会有什么偏见啊，或者说是误会吗？哎呀，经常的事了。有时候打比方走着走着，你可能前面修道啊啥的，你不知不觉的你可能变了一下道，一个小车他感觉你在别他了，超上你的车，开开窗户指着你就骂。你也是没办法，也啥也，你有啥办法呢？看我们村有个人也是在开大货车的，就出了交通事故了。我媳妇儿就离我家住的还不远，你知道吧？我媳妇儿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晚上她说谁谁去世了，出车祸了。当时也给我震惊一下，当时我心里也是，就特别震惊，你知道吧？因为平时还得，偶尔在一块歇着啥呢。后来我媳妇儿就跟我说啥呢？他说你要非干话，你一定要就是困了千万别开车，一定要得慢点小心着点。我说不干不行啊，不干咱干啥呢？是不是家里边两个孩子也等着花钱呢？他说你反正是你一定要得注意安全，因为这个家里有你才是家。当时我眼泪啪啪就下来了，我知道现在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没有意识的这个眼泪啪啪就往下掉，你知道吗？哥，还拜拜？怎么看见拜拜不说话了？怎么？啊？你想拜拜了吧？哈哈嘞，哈哈上消息了，带着你呗，石那头。石那头带着你呗。下了这几个封了高速嘞，一会儿路都开了，估计。进去了，吃有面包，吃了点面包。哎呀，中国有3000万的卡车司机，比加拿大的人口还要多。我们可能每个人的身边，每个家庭的这个中间，可能都会有一个卡车司机。观察下来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都很累，而且还要面临各种就是塞车、堵车、交通事故，甚至可能是生命的危险。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其实他们最在意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是他们支撑着他们继续走下去的最重要的一束光。开始运送货物。欢迎来到天目山指南村，这里被誉为华东最美古村落，江南秋景的代表。指南村坐落于临安东天目山路太湖源头南韶溪之滨，距离杭州市区80公里。每年秋天，漫山遍野的红叶竞相绽放，美不胜收。10月份一定要记得来指南村看一看。
前方左转。右转。前方右转。您已超速。前方即将到达目的地指南村特产交易站。前往卸货区域卸载货物。
指南村山路环绕，有中国秋名山之称，下坡注意控制车速。您已超速。前方右转。右转。您已超速，左转。前方右转，右转。您已超速，前方左转。右转。您已超速，事故高发地段，小心驾驶。
事故高发地段，小心驾驶。您已超速。您已超速。前方收费站，注意减速。祝您一路顺风。前方直行。您已超速。
你已超速。你已超速。你已超速。
您已超速